韩秋，没事，你快去通知杜航同志，让他告诉肖司令，城里有叛军。韩秋。凯叔，去哪儿？凯叔，你马上用戏班的马车把三少送出城。是。三少，戏班的马车底部有一个夹层，日本人发现不了你。谢谢赵叔。你曾说过，桃树两年开花，三年结果。在你走之后，我就默默种上了它。我每一年看着它花开花落，念的就是你能够回来看一眼。为了我的一句话，就守候至今吗？我们已经错过太多年了。今年的花开，我不想再错过了。春天的花开，就是在等南去的大雁归来。我们终究会等到胜利的那一天。三少奶奶，您醒了。总司令命我护送你出国。伦敦那边一切都安排好了。到时候程韵小姐也会过去陪你。哎，三少奶奶。